彗星袭月，金火交汇，荧惑入南斗。有位贵人，怕是要有性命之危。来路渺渺，去路茫茫。根据星象，我只能勉强参透第一条线索。 应在上淮清野的蓝涛水家附近。
三日之后，镇国游仙公主将于御花园中殒命。征相晦涩，头绪繁杂。对了，你不是身负摇曳玄梦剑吗？听说他有推演来世之能，用来与影煞追魂令勾连，或许能将这段未来看得更清楚。这里应该就是御花园了，即便是人间至尊的居所，也及不上洞天福地里的绝妙圣境啊。难怪有那么多修道之人前赴后继，勇猛精进呢。不能服。是血玲珑罗刹，正好试试我能不能在他面前蒙混过关。参见罗刹大人。滚！你等等，我问你，公主殿下是在那棵婆娑树下吗？在就在，不在就不在，吞吞吐吐做什么？大人恕罪，是殿下特地交代了，他与上官太宰有要事相商，任何人不准搭脚。上官想那个丫头手无缚鸡之力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滚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我或许可以利用他做掩护，跟上去瞧瞧。殿下，我看此事您就不必再坚持了，否则恐怕会伤了您和陛下的母女情分。唉，我以前也曾暗中埋怨哥哥优柔寡断，遇事不决，如今身处其中，才明白他是有多不易。我知道您与太子殿下兄妹情深，但此时此地，我仍要劝您一句。血玲珑，你想要谋反不成？来，现在不能惊动太多人，待我用这张影帐符布下迷雾法阵。哼，有血玲珑对付那小公主，我来干掉他的救兵。天机暗卫何在？天机暗卫何在？上官太宰，看什么看？老子这就送你去陪他。一击不动，罗刹，你已经输了。罗刹，你闯下弥天大祸，连我也保不住你了。不过我已为你准备好了一具新的身体，你先去荒浪原暂避，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回来。哼，那
那女皇帝亲口下的令，她还能收回去不成？人家母女之间说的气话怎么能做准？也只有你这傻头傻脑的尸妖才当真。好，我使唤不动你，那就让叶福香亲自来同你说。即便没有女皇帝下令，我也容不得这小公主。难不成是为了去年她在回廊上和叶福香所说的话？果然是一头蠢尸妖。那边好像还有气息。影煞追魂令，悬赏李令霜。哼，你好歹也是个暗卫，要缺钱就该来找令主我。我这点小钱就丢了一条性命，真是好没出息。倘若影煞请的是我，哼，至少也要一件赤炎阳极丹那样的法宝，才值得我去取他一根头发。哼，终于憋不住了吗？别怕，只要你供出幕后主使，我就考虑饶你一命。我灵力有限，与姚叶玄梦见只这只是其中一条线索，就如此惊心动魄，实在多谢你了。日后星象若有新的征兆，我会第一个通知你。